嗨，嘿嘿嘿，嘿嘿嘿，大家晚上好，怎么样？发现了新的杂谈间，耶、yeah. 没错，现在已经搬到我的房间了。晚上好，晚上好，好，我先下去一下。好了，差不多这样吧，如果发现好像，离镜头更近了一点，晚上好，晚上好，谢谢冬至鱼的。超级龙虾，这是个人书房吗？对，这是个人的房间，没有错，嘿嘿，用米老鼠的声音唱歌，我没有要办这种可怕的歌会，还是交给 boss， 没有错，今天啊，看到标题应该就知道今天要画 boss 了嘛，然后其实今天会画 boss 我蛮惊讶的，因为给大家看看这个，噔噔，啊，虽然有点挡到，不过暂时先看一下，对，就是这礼拜的投票，想不到大家。对 boss 的爱竟然远远超过贝鲁桑，好，没关系。对，所以今天也是要来换了新衣服的，线上，不错。好，这个先收起来。哦，谢谢 Mike Lin， 谢谢 Mike Lin 的超级龙虾，谢谢。哦，要开 VPN 才进来哦，哇，好，那比较大，我是故意的，我想要离大家近一点，对，那再来我们就去画图的房间吧，然后 Let's go go go， 哎。Go! Go! 哒哒，这里的背景就是之前酒馆的一角这样子，觉得还不错，这个暗暗的光线我特别喜欢，对，那今天也是已经先。稍微，把一些想画的地方都画好了，只剩下重点还没画。对，可爱，好可爱，猫山好可爱。啊 ，boss 是豺狼哦。自称。对，虽然乍看之下好像看不太出来这样。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然后今天的笔刷想来试试看这个，对，最近发现的一个铅笔感觉的笔刷，蛮喜欢的，那今天就来试试看。为什么不是高脚杯啊？因为找不到素材。那我们就直接，好吧，我们还是
垫在下面来画好了，不然我觉得可能笔触会不太干净这样子。好，然后看看，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好了，移动一下视窗的位置，这样子，好，自己画素材。如果我有空的话会画，对，只是最近还没有脱离那个忙碌的漩涡。对对对，虽然其实应该画个酒杯真的是花不了多少时间。有空我们就来画画吧。今天要用这种像是这种手绘感很重的方式来画，还不错，感觉每次都来点特别 的素材或是挑战也蛮新鲜的样子。嘴巴，感觉特别有 feel 啊。但是我虽然蛮喜欢这种就是看起来比较有手绘感的线条，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在填色的时候会很麻烦。因为它的边边是这叫什么，边边是，你看到有发现吗？它的底下有些是有透到底，就是下面底色的，所以没办法像之前直接用填色工具就按一下它就全部都一次到位，也要多花点时间把颜色补齐，才不会露出下面的白底这样。再发一次伊娜的图吗？应该是不用了，我觉得就有发过就好了，那应该没什么关系。对，重点在画图的过程，不是在画图之后的结果。好，可爱的牙齿，牙齿很重要，这是应该是 boss 的一大萌点吧。不错不错，好，蛮满意的这个牙齿。然后我们就直接来画个头发、眼睛，眼睛好了。好，眼睛，眼睛可能会动蛮多次的，我们来先画个大概，放在这里，一个感觉没有完全睁开，确实很有自信的眼睛。这个位置我稍微，这样子，我先大概OK， 画一下瞳孔的位置。这里，谢谢温多升级成黄金龙虾，谢谢温多。对啊，他的那个刀好可爱啊。马洛海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想要这种玩具。有点像是假面骑士会拿的玩具。眼睛的话，我来照着他的画风，还有一点点可爱的下睫毛这样子，然后会擦出一点睫毛的感觉，还有浅浅的双眼皮。然后先看下位置，好像有点
有点怪怪的，然后就可以稍微的用工具调调位置。嗯，觉得如何呢？鼻子有点大，这样子，咦，这样子吗？那在另外一边，这里，今天是不是应该吸一个奶嘴？啊，可是我还没找到素材，应该提早准备的。试试看，不要把线条都画得太完整，不然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反正都用了这个笔刷了。啊，它这个睫毛好好看啊。感受到对睫毛的爱。作弊时间，这样子。变形的时候，不能变太多，不然线条都然后有点跑掉。这样，然后再稍微修一下。睫毛这边加一点，给他看起来是半眯的眼。知道我是按了什么可以把网格变这么多哦，没有错，就是虽然现在大家看不到，但是如果你是用 clip 的话，然后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框起来，然后你从上面选编辑，然后把我写出来好了，编辑，等一下，编辑，然后会有一个变形，点进去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个网格变形，变成网格变形，网啊，还有一个网格变形，对，就是你可以把框起来的部分用这个效果，然后有格子嘛，然后在你的画面左下角的工具属性会有一个那个横格子的格数，你可以选择预设都是四格，但你可以往上调，不不不不不，然后直纵格子也可以往上调，不不不不不不，它就会变多。我的极多写一横，啊，没有关系，对，大概就是这样，你就可以拉动它们来调整。写太快了，少怎么对这个都呀？好，以上就是一点小小的变形技巧。这个技巧我觉得蛮重要的。如果就是有些图在修正的时候，其实这样是蛮省时间的。这样，大家一直。只注意到我的错字吗？没有，是写太快了，写太快了。谢谢。好，好，差不多这样了吧？感觉有点
坏坏的脸，对，这样好像蛮适合的哦。嗯嗯，鼻子画风似乎没有把鼻子画得太挺，那就我也不要画太夸张。这样好，嗯，不行，我觉得好像还是太好这样，好，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嗯，然后我们来画头发。这边应该会被挡住，我把脸颊擦掉一点好了。头发 ，hair， H A I R， 然后看看啊，眉毛我想最后再画，对对，先不急。额头的话，新发型，对，跟衣服一样，也是个稍微露出额头的。突然觉得没有眉毛好像有点怪，还是画一下吧。细细的眉毛，哦，看起来像没睡饱的眼皮。好，这样好像正常多了。来画头发吧。头发，哇，这一次用这个笔刷，我就跟以往一样，放心的画。这边就长的样子，这样子，哦，颜色白色的地方，好像上色的时候再弄就好了，好，注意。Boss 没有耳朵，他的耳朵是在头顶上。在画的时候要注意哦，不然就会跑出四个耳朵。好。这样子。这里。其实侧脸的话，脸颊是可以露出来，只是会再把它挡到一些，这样的感觉。这样子吧。嘿嘿。啊，对，这一次看来大家是看不到肉了。如果是话。贝鲁桑的话应该就是会穿的蛮少的，不过看来大家是喜欢穿多一点的就没有问题。话说我的演算法最近开始推荐我很多尼基三级的彩虹色的影片，对对对，海内海外 的烤肉都有，对，所以为哇，最近算是好好的恶补了一下，其他彩虹色成员的一些有趣的片段，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看的特别多，刀野的，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哇，垃圾车来了。
垃圾车来了啊！头发啊，后面还有个小马尾哦，差点忘了，好险，我刚刚有发现。想要练习笔刷，不要画得太潦草。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太急着把东西画出来，可是画太快，然后笔触很乱，然后结果到头来还是要再修，这样不是就本末倒置了吗？哦，谢谢局部瘫痪，看来是萝莉控的召唤，哎，到底是不是呢？虽然我个人觉得我不是啦，那也许演算法有这么有发现了 something 这样子，耳朵是圆圆的。画点发丝出来好了，不然好像太单调了。否决，对，我个人是必须要有一个还是要立场明确一点。对，如果当自己都放弃抵抗了，那不就一切都太晚了吗？好像说了一番很有道理的话，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欸，耳朵。哇，谢谢呀，林的 Super Chat。Super Chat。哇，谢谢谢谢谢谢。是第一次画，可能也其实蛮担心会画不好的，对不对？才所以特别小心。对，总觉得画其他的 VTuber 跟画普通角色的压力其实差蛮多的。就是画活生生的角色，感觉比较会怕画不好。对，那如果是，不是 V 的角色，好像就还好。快跟大家道歉，跟之前的卡罗娜道歉啊。对，但事实就是这样，不好意思。对，所以想要训练自己的胆量，不是胆量，训练自己的玩稿度，就多画点 V 吧。也很担心画不好。对，画完 boss 也会一样放上鉴赏的 take。好像是一定要的嘛，反正都画了，趁机蹭一下。蹭一下，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蛮多 VTuber 的短推的条件其实不太一样。对，就是，比较多，应该说，我觉得就算是海外的。很有名的 V， 像是 Holo 的嘛，对，就是他们的粉丝图也很多，但是像线上就是他还是基本上全部都会推，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欣赏。谢谢金鱼兔，谢谢金鱼兔。我觉得能够，
体会到粉丝画图的心情，然后都有转推的话，就会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嗯哼，对对对，就是，所以我也会效法他们这样，尽量转推大家的作品。那有时候如果我真的不小心忘记或是没有推到的话，那就大家也不用紧张，可以提醒我。对对对，就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故意没有推，但没有，我会漏推，真的是我忘记，对，可能是我刚好，手边在忙什么事情，偷滑手机，然后就忘记了这样子，对，然后像，Belmondo 桑也是，对，也都会，他们的粉丝图都非常非常多，像他们也都会。像是在安排时间一样，就是因为你如果直接洗版可能也不太好，对，但他们还是会安排一下时间，然后尽量让大家的图片都被转推出来，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有机会也很想再画画贝鲁桑，对，声音非常性感的，应该是四天前吗？上礼拜五的晚上，贝鲁桑在玩那个一个，叫什么？就是我刚刚投票的那个游戏，就是一直往上跳的游戏。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重播。哇，那个可以听到不少有趣的呻吟声，帮大忙了，这样子。爬山，对对对，爬山，对，就我忘记他的名字是什么，那个游戏的名字，对对，我还因为当下看到，我就有点被，就是烧到，我就现场也买了，然后马上跟着玩一下，然后发现真的好难，太难了，对，哦，不错哎，我觉得，哦，今天好像。线条不太需要调整太多，等一下全部画完之后，我再来看看情况。再来是身体的地方，好，Kida 啊，对 ，Kida 桑的新年衣服其实已经早就完成了，可是对物是人非啊，对，我觉得 Holostar 的真的蛮可惜的，像卡奥路上也是，对，那个时候当初刚，就是其实我对战斗陀螺也是蛮有兴趣的，对，我觉得是童年的一个回忆，所以当初看到那个陀螺的 ASM 啊，我也是觉得哇，这家伙有搞头，对，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三个月不到，还是刚好三个月左右。对，就毕业了这样子，觉得大家应该都能感受到非常舍不得这样子，一些比较这种阴影的地方稍微加一下哦，谢谢 MM， 零八点了，对对对，尽力而为的 super chat， 大家量力而为好不好？对对对，然后周日份尽力。我昨天，昨天晚上吗？昨天晚上还买了一个特价中的游戏，我买了洛克人的合集，
如果是，欸，如果是美国的话，应该是讲 mega 面嘛。那台湾、日本就是讲 rock 嘛 ，rock man， 对对对 ，rock 人。对，我买的是，欸，不是 X 也不是 Z， 是原祖洛克人的合集的第二，对，是洛克人七八九十的，对。那我之后应该会直播洛克人八吧，对，如果有玩过的应该会懂为什么我要直播八代，因为那是最好看的一代。啊，温多，我等一下，我很多，谢谢，我只能说谢谢温多了，谢谢温多，对对对，感谢你今天，就当做这一次的 Super Chat 是这个月或这个礼拜的，对对对对，谢谢你。哎呀，今天五号，对耶，今天是发薪水的日子。不过阿萨白天的工作好像都没那么准时。对对对，我们好像都是大概八号、九号才会入账这样子。就是每一家公司的节奏不太一样。对，但如果五号很准时的发薪的话，好像会让人特别的开心，这样。对，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吗？说到每个月的五号，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二阶堂温度，对对对，下一次再来。破其他角色的路线，下次来破个路易跟学长好了。听说，对啊，上次说学长要玩路易线才会出现嘛。晚上好。洛克人对，大家不要，我看到有人说什么中轩才是二阶堂，不要，大家不要这样煽动他，不要，对不对？大家就对对对，可以冷静的看看画 boss 的过程，这样，对对对。说啊，那个青木君会攻略吗？会的，会的，每一只都会，但是好像时间不太够嘛，所以就是分多次，好不好？大家都有机会，不用担心，总会轮到的。哇，这个姐好麻烦哦，我们就。懒，然后再来是中山，可爱，不觉得他们两只长得很像？忘记名字，很像数码宝贝的幼年期会出现的形态吗？可爱，小山中山，哎，说到数码宝贝，还是最近是不是要播？就是2020年，去年四月日本上就是开始播的，就是2020版。好像最近在网络上开始看到很多
中文配音的消息。好好怀念啊，脑中已经浮现了片头曲的声音。不是长大版，是重制版。算重制版吗？算是完全新作吧，用一样的角色，但演出不同的故事，这样子的感觉。虽然我觉得应该会想准时收看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已经成年的大人会比较多吧。不晓得现在小朋友对数码宝贝会不会这么有热情。这怎么画远的？他应该是笑得很开心才对。太画的太简略了。好像没有那么长了。这样子吧。对，奶嘴是他新服装上面就有的，很可爱，像是幼年期第一阶的样子，然后二进化到幼年期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期待哦，好期待。我期待三月我的数码手环。不知道有没有方法拿出来直播给大家看呢。它的画面不知道能不能好像有点勉强。等拿到实品再来测试看看。哇，谢谢中学，被煽动到了。谢谢中学。中学今天也是很努力的尽力而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爱护和支持。2021年会更努力的。虽然没有啊，之前好像很多人在问新年目标嘛。跨年那个时候好像真的还想不太到。现在已经过了5天。我再来认真想想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谢谢同学。两次黄色也是蛮可怕的。看得我冷汗都开始流。谢谢，太多了，太惊人了。没问题吗？这样没问题吗？对，大家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可以拿去买点好吃好玩的。等等，三次，等一下，今天才礼拜二啊，今天，同学，助手，我要叫你助手了。可以了，很多了，太多了，我吓到我牛奶都要打翻了。
你啊，嘴巴怪怪的，真是，对对，天哪！等一下，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干嘛？同学跟班多，你们在干嘛？怎么不要这样？你们才不要这样吧！温多也不要，不要跟上，对不对？这不是比赛，OK？这不是比赛，对对，就是茶余饭后的小小的休闲，这样大家就冷静冷静冷静。冬至，我等一下，你们在干嘛？冬至啊，同学还没有发工资。等一下，今天是黄色之日吗？今天是小小的尽力一下，不用，大家真的不用这样。还没有发工资，发工资，不好吧？等发了，不是说等发的，等一下，是不是我越怕你们越爱？对，是今天最后一个哦，好，谢谢，真的是太谢谢，真的太谢谢你了。然后温多也是，对对，冬至也是，大家助手，对，就助手，对对对，会怕，其实就是不好，我觉得真的还是会不好意思啊，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如果拿到了大家的支持，就表示我必须要更努力。没有错。等一下，麦克里，不要再点燃这个战火了，快住手！他第一次的冥府，那个众神的战争啊，对，我有看到麦克林，他有因为我之前玩那个黑帝斯，所以他自己也去买来玩，然后看起来是很喜欢的样子。不错，好游戏就值得这样子哦。谢谢。竟然看我坏掉，助手，等一下，哦哟，不是吧，温度，等一下，你们害我没办法认真画图了，我也谢谢01SD，谢谢，不有趣好不好？温度好好这好，最后一个可以，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对，就是你们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对对，窝窝虫，我不窝窝虫，好的不学，学坏的，喂。不能，没有，哎，没有给 Super Chat 也不是客家，没有，大家就是，对，好像讲过很多次，就是有的加入会员，然后有来看，我就真的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很感谢，对对对，啊天哪，不是今天不是应该是，平平淡淡的一天吗？是吧，麦克林，冷静。你们停下来，你们先冷静吧，你们先冷静吧。喂，那个哦，看到那个，大家先冷静一下，然后看到那个按钮在闪，就是你们可以不要理他，你们可以弄一个贴纸吧，贴起来就看不到了。真是，耶耶，喂喂喂，助手啊！就抖一下，好 ，OK， 好好，就一下 ，OK， 就一下，就一下，好，今天大家就这样喽。对，金鱼兔，你这做贼喊抓贼，不一样道理吗？你叫他不要再抖自己的头，喂，全是黄色的，同学，你刚刚说最后一个，结果你又在发，啊！好，我会加油的，没有问题。谢谢柚木，哇！
柚木队伍听说要跟上，没有，不用跟，不用跟，好不好？不要，不要，不用，不用，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大家停 ，stop， sit， 好，对对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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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好，大家对，等一下再最后还是路易，你的黄色路易，是我有刚刚讲的路易，所以都是黄色吗？温多啊，最后一个，还有黄的吗？喂，不是，真的对，喂，等一下，我已经手都开始发麻了。等一下，助手啊，各位，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大家可以了，可以了。在最后我会重新感谢一次大家，谢谢方耀宏，稍微抖一下啊，果，我开始回忆起上个月的恐惧，谢谢卡波，谢谢卡波，谢谢卡波。好黄啊，太黄了吧，是不是要被黄标了吗？恐怖欸，大家今天怎样？大家今天是压力太大了吗？哼，吓死我了。哎呦，微月啊，尤娜，谢谢谢谢，我喝一口水。这是赚钱的黄标，没错。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黄色这么开心吧？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看我画图可以。可以获得一些心灵上的慰藉，这样子，对，然后也谢谢萨兹玛伊莫布鲁，氪金氪有点多啊，那就是真的该助手了，跟在场的各位一样，你们都该助手了，对，好，我会把这些好好的记在我的心里，做出更好的节目给大家看，对。如果是红色，红哦，真的太可怕了啦，那会，真的是，我走了，等一下，停，刚不是说要停了吗？把本尊放在肩膀上，好像可以哦，然后也谢谢麦克林。谢谢麦克林，谢谢卡尼姆，第一次真的相信我，谢谢。谢谢卡普。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一直叫大家助手，你们是故意的吧？喂，歪小鹅，等一下，黄黄酷的东西，我天哪！我还没有讲我要讲的话，大家已经你们每丢一个黄色或是红色或是啊没有，只要你们只要有丢，我都会停止我脑袋的思考。对，虽然是蓝色也是很吓人的，对，谢谢。那是苏吗？苏，谢谢苏，第一个 super chat， 谢谢。对，而且最近冬季特卖嘛，所以很多游戏在特价，大家也许会不小心花太多钱，对，所以还是要克制一下，克制一下。黄金之乱，你们是黄金贼吗？没有，我才是黄金贼吧。谢谢傻子麦布鲁成为小龙虾，
那，真是，对，看到很多人的抖内，对，就是的确是会开心，因为，对，因为如果说不开心，真的是太就是在骗人，这样也不好，对，但是会担心大家也是真的，好不好？对，我还是觉得大家，等一下。TKP，谢谢 TKP，黄的来了，等一下，紫色的，等一下，今天的紫色担当就交给仙人掌就好了，好不好？大家入手，然后也谢谢爷爷，等一下，祝你生日快乐，OK，没有问题，祝爷爷生日快乐，然后啊，谢谢飞机黄，也祝今天的大家，不管你是不是生日都生日快乐，好不好？对对对，天哪，天哪，对，今天的紫色是交给天上就好了，不要再煽动大家了，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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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真的可以了，对，我已经，对，很多，我已经手软了，我已经不会讲话了。东啊，东，等一下，我不会念，等一下，东东，我一定会念出来的。东浩，谢谢东浩的黄色，对对对，顶到教室，还有橘色啊，零一 SD。对，你们也不用全部都凑满，不用全部都凑满，不用在这种奇怪的事情上面。谢谢 Komi，等等，等一下，门多助手，不要了，够了，太多了，太多了，我图都还没画完呢、啊。也谢谢浅色年华，对对，蓝色的也很棒，蓝色也很棒，大家不要太激动啊！对对对，我已经被大家的直播圈堵住嘴，我已经没办法专心画图了。吓死我了，好，差不多咯，今天就这样了吧，可以了吧，对，我们最后再来直播的最后再来回味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来 好好的念出大家一时冲动 的留言 哦，天呐！天呐，大家都是大佬，进入彩虹色了，谢谢雪，谢谢雪，生活费不多，不要，你们可以自己留下来啊，一杯雪糕的价钱是 OK 的，真的，这是，好，谢谢。太谢谢你了，先谢谢大家。等一下，文托跟宇轩在那边英雄惜英雄，怎么回事？是在到底在干嘛？你们在做什么？真的是。这就是1月5号，这就是每个月5号的魔力吗？谢谢维，谢谢维维维，谢谢维啊！多投几次就习惯哦，我觉得这不可能会习惯的，这到底要怎么习惯？对对对，太难了，太难，这到底该怎么习惯呢？
对，以后各位就是，以后各位就是彩虹龙虾了，好不好？你们是，你们是彩虹龙虾，对对对，就是新的制度，虽然没办法制定头像给你们用，不过你们就是彩虹龙虾了，颜色大概就是像圣经石一样的颜色了，嗯。我刚刚整个都傻眼，我不知道画了什么，我到底画了什么？刚刚陷入一个无脑状态，电竞龙虾，太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多，这一天竟然。刚刚点到那个，哦，谢谢文朵。钟轩，对，钟轩，我们我上次叫错名字，我很抱歉，但我马上更正，对对对对对。没有，我想讲，我刚刚贴去后台才发现，刚刚的一连串轰炸，后台的。数据已经超过1万块我只是除了谢谢以外，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讲出其他的话了。嗯哼哼，对对对，凑个2万不可以，不需要，不要这样害人，够了。等一下，今天是，那还过头了吧？是我的发型是吗？不是吧？不是，不需要这样。谢谢我很多。够了，我头太多了，留着吃饭啊，吃饭，留着买新游戏，对对对，大家该住手了吧？今天就这样了吧？嗯嗯嗯，啊，谢谢请酒，对对对，谢谢请酒，什么补2万不要闹了，也谢谢萨哦，恭喜。对对对，对，恭喜我，恭喜我自己。对，画不完了，画不完了，你们是不是故意的？你们就想看我画不完？谢谢啊，谢谢柚木，凑个整数，凑什么整数？有点乱，威风堂堂啊！好，我今天有晚安曲，好吧？可是因为我真的不会唱威风堂堂。对对对，那大家。对对 我等下再想想要唱什么，对哦，吓死，哦，天哪，你们真的没事吧？你们没事吧？你们这样子抖真的没问题吗？嗯，谢谢谢谢佐乐，新衣服，好好好，会的，这个有在计划，画自己也会的，谢谢林花玲，橘色的也是非常的吓人，谢谢林花玲，可以只唱前面的部分，威风堂堂，我好像没什么印象我要去。可能要听一下，对对对对对对，谢谢，哇，谢谢冬至鱼抢完 i7 的门票啊，希望你有抢到，
对对，我现在还在啊，我们大家现在冷静，大家冷静的来跟我聊聊天吧，聊聊就是正常的聊天，对，正常的聊天，不需要有颜色的聊天。对对对对对，好啦，我只能先简单透露一下好不好？就是，就是新年的确是有打算要再来一件，对对，我有这个打算，对对对，所以还在构思的阶段。对对，别的方面是不用太担心。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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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就是，那也不是这样说的吧？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多人都 对，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好像要和风的衣服不错，对，所以我就有在考虑，但是我总觉得和风会不会太常见了一点，所以请大家再期待一下，对对对，构思的阶段也是蛮花时间的，等最近的手上的工作稍微缓和一点之后，就会，会赶快开始进行新的服装的部分，这样子，裸体，裸体，裸体不太可能吧？顶多是泳装吧，那也要等到天气暖和一点了。一些基本的衣服应该迟早都会做出来，但就是要搭配适合的时间。对对对，婚纱是怎样？啊，兔女郎，等一下，这个有些做成衣服太哑巴了吧？女子高中生，虽然好像之后玩乙女游戏都可以用，不过会不会太奇怪？逆兔女郎，哇，口味很重哦。大家慢慢期待一下，对对，对，有人说分享到欧美 VTuber 哦，啊，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可以分享，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因为我其实，讲出有点不好意思，但其实我对网络上的社团，像是 Facebook 的一些东西，我其实蛮不熟的啊。觉得感觉有点像是，就是老人不太会 用网络的这种感觉，对对对，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或是刚好有觉得不错的社团，那能帮我分享是最好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对对，吓了我一跳，今天画图还是要。认真的画才行啊，不然
就对不起大家了。袖子猫，哎、欸，有些衣服也太情趣了吧？那应该不太 OK 吧？对对对，嗯哼哼，对对对，还是健康一点、帅气一点的好不好？我也是蛮喜欢穿帅气的衣服，嗯哼哼，嗯哼哼，水手服情趣水，太可怕了吧？这里。好，快好了，我们衣服快画完喽，电话的部分。嗯哼哼，我这里，等一下画到哪里？啊，这是袖子啊，这是那个领子的部分啊，好了，自己都失忆了啊。嗯哼哼，好，看来下礼拜的图回我就该来画画自己了，好不好？觉得大家好像非常想看，应各位要求，哼哼哼，就来画画自己，吓死人了，哼哼哼。三 D 的衣服哦，蛮好看的哦，就是运动员的感觉嘛，可以穿着玩健身环。嗯哼哼，啊，西装，对耶，西装其实应该是蛮 OK 的，如果要直接画的话 ，OK， 对对对。然后好像也很久没有练习画西装，感觉的确是要找时间练习一下。嗯哼哼，嗯，我的天哪、啊！哎、欸，我先把这里画。好，嘿，这样，嗯嗯，嘿嘿嘿，好，这边的细节有点懒，我就大概带过，嗯，这边就这样，一个 V 的样子，然后这里，这里。眼镜，眼镜哦，眼镜好像不错、哦。嗯哼哼，刚好像电商一样，新衣服有眼镜。嗯哼哼，这里的皮衣，嗯，好，好 ，OK， 底稿结束，然后再来微调一下吧，嗯嗯。加个铃铛，你不装冲天炮，热裤行进。啊，大家对服装的喜好让我蛮震惊的，太可怕了吧？嗯哼哼。
对啊，真是。等我一下哦。这边刚画错图层了，眼睛才对。大一点，哇，糟糕！我刚一时没办法注意看大家有讲什么，但我会，好，之后我应该还是会用黄金龙虾的投票来让大家看看想画什么衣服。不错，不错。对，我的选项也不会给太多太母汤的，好吧？我们还是要健康直播 ，OK？ 对对，不然会不会可能会得到频道以来的第一个 ban 台，这样也不太好啊。看一下，大概带一下白色的部分，应该从这里吧。啊，谢谢夜夜。夜夜，休叹之类的贴图。哇，天哪！好，大家应该都冷静的吧？对，不怕，大家先慢慢期待下礼拜的图回喽。稳妥个住手。还来啊？有这种颜色就好。哦，谢谢冬至鱼啊！投票是那个黄金龙虾的，就是黄金龙虾的，可以看到投票。对，虽然好像用会员制度来分开有点不好，可是，总觉得要给黄金龙虾们一点特权，对，这样的感觉，谢谢局部谈话，都。啊，没有，大家，对 ，OK 的，大家今天的支持已经太多了太多了，大家可以好好的冷静休息一下，等下就来冷静的上色，没问题吧？靠背，那个散播爱的，喂，你，你问，不要因为自己最近遇过就开始加入这种。谢谢冬至鱼豚黄金龙虾，谢谢。这是信吗？不要再掀起战争了，你！不要再这样了。今天明明是画图，明明我今天只是画个图，为什么可以让我骂脏话？被抓到了，信在偷偷看，偷偷看直播。真是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你们都
哦，谢 谢谢阿晴，谢谢阿晴，对，谢谢黑化肥。你刚刚攻击我的村庄，差不多这种感觉吧。我还没上色哎，等一下，补个细节，我们就赶快来上色喽。把这个地方都填好。真是的，看看，反向觉得眼睛有点歪，所以，哇，谢谢零 ESD 成为了黄金龙虾，对对对，这样，你们该不会是为了，哎，对，谢谢温多，等一下，喂。今天的黄色只有眼睛的部分，好不好？你已经给的太多了，对，用不到这么多，用不到这么多黄色。对，大家今天成为黄金龙虾，该不会就只是为了下礼拜的投票吧？真是，啊，那还是谢谢大家，谢谢，真的还是很谢谢大家，对，真的是。我语无伦次了，谢谢大家，请大家，务必要待到最后好吗？待到最后的 Super Chat 朗读时间，对，再重温一下现在的恐惧，我现在的恐惧，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一直讲要上色，但是还是没上。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了。稍微左右翻转，检查一下哪里怪怪的，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真是吓死我了！吓到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两万是指订阅吧？对，我知道你们是指订阅。对，很快很快快到喽，大家加把劲。加把劲订阅好不好？对对，不是加把劲抖内，对对对，对对对，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实验室。都有点搞错重点了。啊，谢谢雪英，谢谢你的 Super Chat，新年都全部红色，不需要，不要，大家还是要对自己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子对，买一点好吃的，买点新衣服，还有阿哲，哦，阿哲在外面，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对对，冬天到零点，
啊，不用，不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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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我的头，我很多，我很多，天哪！真的不用担心你吗？你看，连夜夜都说住手，开始有其他龙虾也觉得开始害怕。然后谢谢阿晴，谢谢黑化肥。啊，我觉得我应该短期之内是忘不了今天了。真的，啊，我觉得真的该提，应该要让钟轩跟温多来直接指定一下要画什么，就是不然，对，不然好像只是讲讲感谢已经没有办法了。对，啊，谢谢窝窝虫，怎么才不溜的？这人真说大人就这么回事吗？是这么一回事吗？是这么一回事吗？是，这就是成熟的大人吗？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对。对啊，让他们指定一下主题吧。也不一定画图，也可以，也许是，可能是节目主题也可以的，对，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不错。你们已经成为赞助商了吧？快10万了吧？已经超过了，超过了，对，已经超过了。已经关掉吗？要关掉吗？谢谢麦克林，谢谢。朴实无华，对，但是真的要关掉吗？可是如果关掉的话，连30元都不能给，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它应该有一个限制可以调整，就是 上限，对。就是最多只能蓝色这样，这样就只能绿色，对，这样就会比较不会让我突然惊慌失措。哎咻，结果全部投蓝色也是蛮可怕的。关掉就可以投，真的假的？哦，对，你们只要不离开页面，我关掉好像没有用吧？内心说快投，不，我现在真的希望大家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好不好？对，没有这么口是心非的，对。一层500克蓝色，哦，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边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画，是这样子吗？啊，先这样好了。上色，哇，谢谢佐乐成为超黄金龙虾。对，虽然我很惊慌失措，然后，对，但我绝对也没有不开心，因为真的就是有谁拿钱会不开心的，对不对？对，的确是这样，没有错。
但也是会有点罪恶感，因为我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做什么，就突然收这么多钱，我也会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对对对，嗯哼哼。会觉得会不会大家这个没办法满足到大家的期待这样子，好，上色，翻转一下，啊。对，我之前开玩笑说就是那个给我 super 券，那是开玩笑的。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就是感觉好像这样讲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玩笑似的这样讲。对对对，但那个真的只是开玩笑。对对，大家不要当真啊。嗯哼哼。好，上色。肤色开始，那、啊、谢谢温多，很疗愈吗？看我画图很有被治愈到吗？哇，真的太好了！之后不投太快，好，可以，就是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快，就是慢慢来这样子。对对对，天哪！天哪！我都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真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是开玩笑，想说一个感觉像是个可以吐槽的点。想不到现在大家要当真了，像这样过真是蛮过意不去的。对，这样真的该出周边了吧？真的该亲自做周边，送到各位赞助商的手里。不敢了，我不敢再开这种玩笑了，不敢了，不敢了，小的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真的不敢了。以后不开这种玩笑了，以后会好好做神，好好做人，好不好？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在今天发生这种事。哇，谢谢温多。哇，是因为竟然是因为那篇精华吗？天哪、啊！我这是造孽。也谢谢，Lola Forest 喜欢 Boss 也喜欢阿萨，谢谢谢谢，我也喜欢 Boss。哇，真是谢谢夜夜，想不到夜夜的精华可以造就今天的盛况，真的是，好，感谢，要感谢的人太多了，那就谢天吧，不对，不能谢天啊，要谢谢各位，谢谢。所有人，好吧，谢谢所有人。对对对。谢天太不负责任了。
谢谢各位，好不好？读过国中课文，当然读过，当然读过了，没有错，这是基本的。这个地方这样子，这样，欧派发薯条 是这样子吗？好吧，好，我会去调查一下，我去调查一下。调查一下，有哪几家厂商有做周边的，好不好？害怕的我，黄色，不，我比较怕大家误会，黄色是指现在要涂的部分，对。我现在说话都很小心了，是不是？不能乱讲话，不然不小心就也要打开什么奇怪的开关。这里，这个袋子虽然画的有点随便，但是这边是会变成黄色的样子。哦，谢谢局部瘫痪。有，最近已经在准备升级电脑了。对，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对，到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全新的直播环境。目标是让我可以变成60帧，好不好？让我动得更加的滑顺。对，对，然后也会玩 PN，也会玩 PN，可以玩更多，我不敢玩的游戏，会折磨自己。对，会折磨自己的。希望大家看到我折磨自己会觉得开心，害怕。想知道模组是谁画的啊？如果你是指现在看到的这个我的话，那是我自己画的。对，讲模组怪怪的吧？不能讲是模组，那是。形象，形象，形象应该是比较适合的说法。本体，全裸抱枕不是吧？抱枕吗？抱枕，抱枕或许就可以了。对，但应该不会全裸，全裸有点过分吧？有人要晚安了吗？晚安，晚安，晚安。对，龙虾抱枕哦，你们指的应该是蝎子抱枕吧？蝎子抱枕应该都 OK 的哦。对耶，他做成抱枕应该是最适合的，不错，这个点子很好，纳入考虑，
先把全部的金色的地方先填上去。白色的部分，先用。和服的部分，耳环也不错，哦，一些小小的饰品吗？可以研究一下，好。谢谢大家的意见，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里是白色的吗？好像不是哦。这里，对对，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掉的地方，应该是没有。这里，变成白色，然后背景变成灰色，这样可以看得出哪些还没上色。黑色的毛料的部分，啊，杯子好像怪怪的。仔细想了一下，本体吊饰哦，那个一定，我觉得应该基本盘会做。对对对，钥匙圈应该是最好做的。项链，哇，好多好多，各种要求啊，我都会来认真想想。突然有点忘记我现在在干嘛。B2，Round Two，这里，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直播会留档吗？会的，会的，会的，都会留，大概等个几个小时就会放出来。
色，奶嘴是粉红色的。然后猫山的毛色，也是白色。猫山的身体是先倒满它，帮肉球加个颜色好了，肉球好可爱。然后灰色的嘛，黑色黑一点。立牌啊，立牌可以，立牌可以。保作弊，对，我的功能是可以保佑大家作弊不会被抓到。很实用吧？这应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buff 吧。有点忘记他的手上拿的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虽然我觉得今天可能是画不完了，我们还是要继续画，对，继续画，对，看今天这么多的 Super Chat， 我不认真点行吗？谢谢冬至鱼，好，祝你祝你全部都高分过关好不好，绝对不会被当。头发加一下那个白白的东西，怎么会就这样穿过去了？好。不太喜欢画背景，没有错，没有错，而且太花时间啦。如果直播画背景，真的是很难在几个小时内画好。所以通常都是不得不画的时候才会画。谢谢卡纳成为小龙虾。对，就是不喜欢画，也没有到不喜欢啦。对，适合的话，还是得画。但是，为了各种考量，我觉得就先不画喽。偷偷讲一个，如果有兴趣
有兴趣在，比如说什么 P 网啊，或是一些各大讨论版发图的朋友们，对，其实我也是蛮建议，就是可以不用画背景，因为根本没有人要看。想要博眼球的话，对，画背景是一个蛮吃力不讨好的，哎，不，我想蛮吃力不讨好的一条路啊，对对对，像是啊，在 P 网有追踪一些海外很厉害的，工作室或者老师，他们也是专门画背景场景的，然后那个都很厉害，那个厉害到你根本就无法想象，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刻画的很细致程度，对。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没办法排到，就是人气榜上，即使他们很厉害，对。所以，看你画图的需求是什么？对对对，场景类型的话，比较建议是你对 对背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对。然后你希望你的正职工作也是会长时间接触的话，或是你有兴趣做一些。动画产业应该也是蛮缺背景人才，因为其实会员比较少。对，的话是可以尝试做一个作品集，然后投公司，然后你只要说你的专长是画场景跟背景，然后你的作品集交出去，然后满满的都是精度很高的背景，基本上我不相信你会投不上。对，但就是前提是你要真的很喜欢，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是相对比较日文讲叫地位嘛，就是比较没有这么让人觉得光鲜亮丽的事情，因为你都是在做幕后的样子。有兴趣绘图，但是没有基础，可以买电绘板吗？啊，可以啊，你可以买一些比较入门款的。对对，重点是先有基本的工具，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尝试练习这样子。对对，电绘板只是一个媒介，所以你要拿来干嘛都可以。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拿来玩游戏这样子。没有问题的。对对对。可以玩欧苏，对，应该蛮，我记得好像蛮多人是拿来玩欧苏，节奏游戏嘛，拿笔在那边戳，比用滑鼠还要轻松多，更直觉一点。好，当初第一块板也是，华康的本不好讲过嘛，我是拿本部。画图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就是，因为大家刚开始都不会画嘛，对啊，就是凡事都有，就是等级一的时候，所以也不用觉得画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会觉得难过什么的，就是不用讲，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些事情，对，然后这也都会是。这条路上很重要的经验，没错吧？觉得做很多事都是这样子。
对，我打不过，我都开新手模式。对啦，对啦，偷偷告诉大家，我之后玩洛克人吧也是开新手模式。以前都打不过哎，想说奇怪，然后现在打应该还是打不过吧，所以会开新手模式给大家，让大家看得比较不会这么辛苦，对对，也让我自己不要玩这么辛苦。但最怕就是如果开新手模式还打不赢就尴尬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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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来画肤色喽，最喜欢的肤色。这一次的光线啊，没关系，没有关系。对，我今天除了原本刚今天哎，来吧来吧，我要讲什么？除了这个铅笔笔刷之外，我还做了一个新的，原本都是用这个嘛，扁扁的。就是用来上肤色这种扁扁的，我又做了一个圆圆的，但一样是这种效果的。觉得不错。然后该怎么选？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上色的时候颜色不知道该怎么选，你就先选个类似的，然后画上去。啊，你现在看，觉得这个颜色好像太黄了嘛？你就按起 Ctrl U，然后再来直接从色相彩度去调，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彩度低一点、红一点、亮一点之类的，从这样子去找出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对，就不用盲人摸象，对对，你就直接看着颜色变化来选，OK，然后选到你觉得适合再。把它吸起来，然后再来画就好了。好，先可以再亮一点。好，对对对，画图是没有什么。标准的，那叫什么？正确的路这样子吗？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式，然后都可以找到自己觉得最适合的画图的方式，或是画风，或是各种，就是。差不多的意思 今天手感是不是特别好？Boss 脸特别帅，因为今天可能今天输的血太多了，我吓坏了，所以可能不小心吓出了点手感。我之前好像有一次看首页有推荐那个水溶镜老师的频道，然后也是有粉丝问他画图的问题。对，其实我本来并没有很熟悉他，就是他各方面都是啊，对 对，但后来发现他的画图的观念，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跟我蛮接近的。他也是觉得开心最重要。啊，虽然我们的实力应该是天差地远，但是觉得至少观念上是雷同的这一点，我觉得蛮开心的。那还说到自己很早就开始画 BL 的同人志这样子，对，虽然很多人都以为是他老婆。是他老婆叫他画，但是其实不是。对对对，他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在画了，虽然是用别的名字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有看过的，可能会大概知道。虽然大家现在对水溶镜的印象，应该都会是画男性像 R18 的东西这样，但其实，哇，谢谢飞机皇，想去乐园玩吗？是不会了，这倒是没有，对，我刚刚讲到哪里啊？对，就是其实有一些 R18 男性像的绘师画的男生，大家其实可以仔细的看一下，你也会发现其实其中都有点蹊跷啊。对对对，对，并不是说他们是只会画女生，或是真的有多爱画女生，所以才画男性像 R18， 那单纯只是因为那个比较好赚而已。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就像在公司上班一样嘛，也不见得做某些游戏的员工，他们全部都对那一款游戏是有特别有兴趣的啊。也许这只是当初立项是这样立的，所以就这样。然后，当你发现这个好赚，然后投洗下去，你可能房子卖了，或者你房租缴下去租下去，那你接下来不继续做，你就脱不了身了，所以你也只能一直这样下去。对，所以，对，懂我意思吧？啊，是不是就讲了太多？讲了一些可能好像不太方便讲白的东西。对，就这都是工作啊。对。自己。就是要追逐名利跟追逐金钱都会。如果当初是拿梦想去交换的话，就会渐渐的出现一些问题。对，但这种事情其实也不好意思让当事人自己讲，因为，对他也没有好处嘛。对啊，大家还是会喜欢那个，就是总是光鲜亮丽的他，然后带给大家一点梦想。对，但也许他其实已经很累了，说不定。再来是什么呢？啊，这么有点深哦，我觉得。我累了吗？我还好。现在开始有点热。讲真心话，哎，我觉得这倒是还好。对对对，这也是我的一个风格嘛。我觉得人类世界的社会上吗，愿意讲实话的人真的太少了。就是不清楚现实的人不讲，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还不讲，那这就是另外一种，你叫什么呢？另外一种意思了吗？意义了吗？对啊，就是你们人类世界哈，对。
通常不讲的人都是他想要达到某个目的，他想要让大家去相信某些事情。嗯，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希望，就是如果当大家都可以明白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运作的情况的话，就会减少很多很多的问题。嗯哼。对对对，很多事是很复杂的。嗯哼哼。所以不要放弃思考。不能轻易的放弃思考。不能把自己的脑袋就是交给别人做主。就算我今天好像讲了一些好像有点道理的话，但如果你觉得不合理的话，那也是很正常，因为也许我讲的 也不是对的。对，这个世界还在继续的运作下去。嗯哼，观点是会被推翻的。也许我现在也是知道了比较久以前的事情而已。对，我也是在慢慢的跟新的事物接轨，这样子。对，嗯哼哼，认真画图。对对对，有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听起来像累，但其实没有，我今天精神非常的好。嗯哼哼。有人说没去过月球，对这个，这个很有趣，这个很有趣。大家觉得真的有登陆过月球吗？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觉得是没有，聪明吧？我觉得是没有的哦。好像很厉害，因为对，有一个论，有一派阴谋论，对这个我觉得要这样讲是阴谋论，就是美国那个时候之所以会说登陆月球，单纯只是为了要就是在叫什么冷战关系之中可以取得一个领先的地位嘛。对啊，可是在当初那个年代的科技水平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是之后完全没有再有类似的叫什么新的登陆计划什么的，就一直都没有啦，然后很多很多人把那个时候的照片在事后又拿出来就是考证，就发现了很多问题，但是 NASA 都没办法给出正面的回应，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对对对，个人的观点好不好？对，个人观点。嗯哼哼，是摄影棚。对，摄影棚啊，跟影子跟重力表现都有被拿出来讨论，这样子。嗯哼，欸，突然一个老高台的氛围出现了，也不错也不错。嗯哼，老高台，哇，可以聊这种事情也蛮有趣的。鼻子光影画到鼻子了，好开心哦。对呀，没了证据，然后
对，就要被销毁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蛮，就是蛮奇怪的。连如果能够做出这么领先世界的事情，那对啊，为什么会销毁呢？如果是因为冷战结束之后没有竞争的必要，但也不也没也也没有人说一定要销毁。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后再特别做一期给大家解答。不会，没有没有这样的一期，没有这一期。今天直播，其实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吧，但我还想再画一下，至少让我把肤色画完吧。对对，好，肤色。哦，今天好像，哇，这张的完稿程度好像可以拉蛮高的哦，好像得记录，得记录。意外的手感不错。这样子。这里，来用喷枪，喷枪一下。不知道大家觉得我的画风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样子？对，好像很多人会说，有时候自己感觉不出来。就是有画风，但其实别人看就是其实蛮明显的。大家觉得如何？觉得我的画风很好认吗？类似吧。对对对，上色的，我觉得我的好像主要在上色会透露出一些资讯。线画可能还好，对，因为会依照角色原本的样子做一点改变，但是上色好像就骗不了人。有股虾味，什么东西虾味？尤其是鼻子吧，你看我的鼻子跟他的鼻子好像，还有眼睛周围的阴影之类的，对，好像都蛮容易透露出来是我画的。所以我只要把这两个地方改掉，我就可以披上马甲了。就可以偷偷画点别的东西啊。穿特别少？没有，才没有呢。这个新笔刷真好用。好，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脖子这样，然后手，手特别手背的感觉。大欧派，什么？两头红，不不不要不要不要！系统阻止你了吧？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系统。Are you sure about？ 男生都 boy boy， 女生没有。突然觉得好像说中了，是耶，对啊，我画的男生角色的胸部平均应该都比女生大得多，
男生胸部大蛮好看的，女生就不一定。我刚刚是不是就讲了就是一些危险的话？要被抓去关了，又要被大家刷黄标了。画一些若有似无的那种肌肉纹理啊，我的上色方式应该受到小山老师蛮大的影响。小山老师那个，小山广和老师，就是行月蔡笨笨的，哇，要怎么称呼他呢？算是也是首席美术了吧。如果对行月有点了解的，应该会知道，五内社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在画上色稿了。对，他的工作内容基本上主要是，在设定那一块跟画线稿的部分而已。又要来讲一些画图的事情喽。然后，如果我是有玩过月姬，然后再玩 Fate 的话，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的上色方式好像突然进步神速？对对对，那是因为，在月姬的，月歌实业吗？忘记，反正就是第一次刚开始贩卖后不久吧，还是几年之后，小山老师就加入行月，然后开始负责上色跟部分设定的部分。像 Gilgamesh 的盔甲就是小山广和老师设计的，对对对，然后。人物的设定是五内，可是盔甲设定是小山老师，但是他们其实都没有，他们都没有明讲，对对对，对，然后现在 FGO 很多案件就是小山老师跟吴东老师两个在做主美嘛，对对对，然后风格就是当初小山老师的风格，然后一直沿用下去，已经变成行月的风格。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比较低调，对，他们比较不是会自己常常发图跟讲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有些人还会觉得，是不是这是五内的风格，但其实不是哦。对对对，就是他们其实也没有说不能讲，只是他们不会自己讲，但是比较老的粉丝都会知道这样子。对对，那我当初是，应该是玩了魔法史之夜之后，对，然后才彻底喜欢上小山老师的风格这样子。喜欢，对对对。比较老的粉丝，哎呀，在场也有老粉哦。刚刚讲的已经收不回去了。好吧，差不多这样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把肤色上完就好了，剩下的部分看是有空继续，还是我私下画完。好，我先存个档。哦，不错，我觉得。
难道这就是 Super Chat 的的效果吗？好，我们回去咯。哟，杂谈间啊，哼，来了。好，啊，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对，我要来念 Super Chat 的。好，那如果是想睡觉的朋友们，可以趁现在去睡了吧。先放上牌子，放在这里。大家辛苦了。对对，噔噔！哇，今天的 Super Chat 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也是要线上满满的感谢这样子。嗯嗯，对对对，好，那如果是现在才进来的龙虾，或是现在进来的新观众，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我的房间。嗯哼哼、嗯嗯，可以看到后面是一个沙发，然后。旁边有台灯，然后后面都是一些很久的书这样子。嗯嗯嗯，对对对，好，来念咯，来念今天的 Super Chat。 有本本吗？有，里面有。有，嗯嗯嗯，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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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多，好，嗯嗯，来，开始念喽。今天的第一位是，对，冬至鱼。新背景抖一个，这是阿萨的书房吗？啊，是书房也是卧室，嗯嗯，没错。然后 ，Mike Lin， 阿萨晚安。昨天 VPN 弄好久，结果都没丢到 SC，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已经丢了，谢谢。嗯哼，然后是局部瘫痪，演算法推荐阿萨看刀野，看来是萝莉控的控的召唤。哎，刀野真的很好笑，哎，好喜欢。嗯嗯嗯，然后。是雅琳，是 boss， 阿萨画的好帅，谢谢谢谢，因为 boss 很帅，所以怎么画都帅吧，嗯哼，就像人帅怎么拍都很帅一样的道理。然后是金鱼兔，阿萨晚安，来看最会画图的阿萨画图喽，啊，谢谢谢谢，不敢当不敢当，想请问这个笔刷的详细资讯、名称之类的，也祝。阿萨今晚直播顺利哦，笔刷刚刚没看到，嗯，但我可以等一下贴个连结好了，这是 Clip 的免费的笔刷，我再找一下，哦，然后谢谢 Mike Lin， 我从冥府血池中站起来的时候闻到本本的味道了，我好想看更多黑帝斯的本。然后 ，MM， 刚刚才发现已经过八点了，来补个周日份，尽力而为的 Super Chat， 这会不会是今天的第一个第一个尽力而为的开头？因为下一个就是红色温多，你竟然只说了来了来了，然后且夸哈我，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天哪，天哪，然后再来就是连续四个中轩的黄色连发，被煽动到了，不过今天不多了，还好吧，不要这样，你可以全部打在一起，然后发一个就好了，好不好？好不好？嗯嗯，
就是红色温多跟黄色闪电中学。话说你这四个黄色凑在一起是红色的，好可怕哦。然后温多就说，我在想要不要给绕口令，让阿萨最后念啊，如果你给了我一定会念。然后是冬至鱼说，小小的尽力一下啊，谢谢谢谢。然后大家就开始跟上，接下来就超多黄色，几乎全部都是黄色了。对，然后中轩表示今天还没有发工资，对，让我非常的担心。然后我温度就说，神都会怕 ，Super Chat 问号，对，就是又爱又怕吧，就像 Super Chat 就像渣男，这是什么鬼比喻？然后 Mike Lin 说，我在哈蒂斯的冥府闻到了众神的战争，对，因为接下来是非常多。非常多神仙在发黄色的温多的啊，又是红色。好啦好啦，最后一个 QQ， 最后一个红色，天啊！然后01SD 好像很有趣的，又是黄色的。然后窝窝虫，看来我今天不能客家了，也是黄色的。Michael Lin。阿萨冷静，也是黄色的，耶耶，我就抖一下，救一下，也是黄色的。金鱼兔说：“你们不要欺负阿萨，但是你也是给了一个黄色的。”然后，宗轩用黄色说的“加油”两个字，然后再来是入。我排名陆毅就好，也是黄色的。然后柚木队伍听说要跟上，不要乱跟队伍啊，不要快住手。然后温多就说，哦，刚刚是最后一个红色的 super chat， 所以他直接投是黄色的啊。然后宗轩也说，真的最后一个了，对，虽然也是黄色的。再来是方耀红说，害我也手抖一下，也是黄色的。然后果果说，钱钱不是不见了，只是变成了阿萨坏掉的样子，也是黄色的，对。再来是卡波，哦，卡波就是一个蓝色。好好，冷静，大家稍微冷静了，我错过一开始直播了，FAQ 听说这也是战场，我就纯粹路过一下。阿萨画图加油，我绝对不会缺席的。然后再来是维月 Yuna， 又是黄色，一闪一闪的，我的手也不听使唤了。再来是 Satsumai Ball， 听啊，最近氪金氪的有点多，所以 TT 没关系，大家量力而为，对，量力而为。然后是佐乐。阿萨被吓坏，总之刚刚爸爸说你要不要把本体放在肩膀上一起做表情联动，我先投一票许个愿。还有既然你说开心就给你一点，谢谢谢谢，你是黄色的，对，我觉得把本体放到肩膀上不错不错不错，对，所以我最近就再来强化一下。我重画一个本体好了，符合我现在人物的风格的。用比较细的线条，然后有比较精致一点的光影。没问题，没问题。到时候再麻烦我们的扳手。对，安琪琪琪，不，在。那再来一个黄色，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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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够了，可以可以的可以了，可以的可以了，OK 了，谢谢你，记得安琪琪琪，
OK， 不用跟上，真的讲，我讲认真的，好不好？我不用跟上，不用跟上。再来是麦克林，阿萨别怕，兽保人们会保护你。有，大家很爱我，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谢谢，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再来是卡尼姆，第一次 Super Chat， 真的很喜欢你图，加油！好，这张图完成之后也会放上线上的 tag，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帮忙支持一下。对对对，有点滥用公权的感觉。再来是卡波，你说什么？我刚才没有听到，可以再传达一次给大家听吗？对，我那时候应该是讲说要大家助手吧。卡纳是橘色的，龙虾的橘色。今天感谢阿萨福利放送，绘图跟坏掉都好棒。天哪，你们都是抖 S 吧？哦，太好了，太好了，阻止你们，阻止你们。好，谢谢。等一下，女小冷，等一下。不要不要不要，谢谢，但还谢谢谢，跟上，不要不要，不用跟上，不用跟上，但谢谢，对对，谢谢。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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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一次。微小儿，加班要抖内是常事，不是，不要塑造奇怪的观念。谢谢阿傻陪加班，给你黄黄的酷东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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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了。对对对，再来是苏，第一个 Super Chat， 昨天在 Steam 买了1000多块，只能抖30，没有问题，没关系。对，只要大家有愿意给，有愿意给 Super Chat 都非常感谢。对对对，再来是 TKP， 黄的来了，呀、yeah。仔细看 ，TKP 的头像也是黄的，是什么？是一颗黄豆吗？好可爱。然后再来是温多，我来看阿萨的紫色的反应，吓死我了，吓死我。对，紫色比黄色更吓人，好不好？大家学，大家记起来更吓人。再来是爷爷，跟上斗内队伍，没钱斗黄色只能给你小蓝。我明天生日，请阿萨一边摇晃一边祝我生日快乐。哦，我刚刚没有摇晃，那我现在来晃一下。这样子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再来是飞机黄。阿萨说别抖了，然后他自己说好，然后还是继续抖。然后是咚啊，我真的是，我是金鱼吗？咚咚咚号，对，咚号。哦，好，听直播在做，怎么念 ？S。assignment 啊，怎么这么多子音？我们让 Google 来念好了。对对对，啊，谢谢，宇佐木林路的 Super Chat， 给努力直播的阿萨健康的绿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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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路。这个念叫做 assignment 哦 ，SS。assignment， OK， 他边听直播边做 assignment， 结果一直听到叫声。然后是01SD， 好像没人丢橘色的，我来丢吧。哇，都你害的。对，后面就有了。啊，谢谢谢谢 01SD。然后是空米，刚刚电脑重开机，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了很多黄金贼之乱，然后温多特别发一个爷爷生日快乐，话说我好喜欢看阿萨画图，嘻嘻，谢谢，其实我一次可以投7000，我分了3次，是，真的是不用。真的是不用这样，哇，这真的是已经不是拿到手软，这是拿到腿软了吧？怕，我害怕。然后是浅色年华，谢谢浅色年华，浅色年华没有打字的，没有关系，还是谢谢浅色年华。然后是雪儿，我也来一个，虽然生活费不多，但是。一杯雪糕的钱是 OK 的，谢谢雪儿。真的是谢谢。对啊，生活费不多，真的是没有关系，就不用特别抖内。对，真的。然后是，喂，控制不住手了，我也来投个，大家多投几次就习惯了。不会习惯的。对。然后软了，腿软，哇，真是吓死我，然后，文多说。钟轩，上次你还叫错，叫他温多，我不，绝对不会再念错了，绝对不可能再念错了。然后温多说：“好的，感谢阿萨记的报道。”哎，我刚刚讲了什么？忘了。然后是晴酒，闪闪的好好看哦，第一次抖一个帮补20000，只是订阅吧？对。哇，频道真的是也快要迈向20000订阅了，对，大家一起加油，然后是 SAO，恭喜，谢谢 SAO，恭喜，虽然不太清楚你的恭喜是恭喜什么，是恭喜今天的 Super Chat 吗？然后是柚木。后来我想想，还是凑个整数，1块钱一也是整数，好不好？一也是整数，30也是整数，然后是局部瘫痪，哇，恭喜超过1万块！对，我刚刚那时候讲超过1万，还不威风堂堂晚安曲一下？对，等一下来个晚安曲，但是因为不会威风堂堂，所以会唱别的，然后是佐乐，可以考虑给我们一点福利，比如说新衣服之类的啊，还画自己，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跟大家讲了一下，有在设定新的服装这样子，没错。再来是零花铃，比起20000，先期待订阅20000，抖个香油钱，谢谢零花铃。对，顺便提，这个是橘色的。对，然后是冬至鱼，刚抢完 i7 的门票，只能小小抖个，没关系，谢谢冬至鱼，威风堂堂可以只唱前奏啊，可是我连前奏都没，都不太熟哎，看来等一下还是唱哈姆太郎吧，今天是。能量全开的哈姆太郎，然后温多表示钱的方面不用太担心我，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然后是弗兰，帮留言转达一下，有人问能不能把阿萨分享到欧美的 VTuber 社团，好像有外国的朋友在好奇哦，那就麻烦各位了。
谢谢谢谢。对啊，我是不是要在我的推特也补一个 EN 跟 JP 也是 OK 的？对对，好像虽然我不太会讲，但是如果有留言，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丢来翻译一下。嗯嗯嗯。但是如果简单的应该是 OK 的，对，基本的招呼还是会。嗯哼哼，嗯哼哼，OK 的好不好 ？OK 的，嗯哼哼。然后麦克林阿萨威风堂堂，你可以先听前十秒，你就得到这首歌的精髓了。哦，然后 U 讲也帮我翻译日文，哦，谢谢谢谢 ，OK 的，没问题的，外语 OK。English OK, Japanese OK, 然后是夜夜，刚刚发现温多一边用修蛋积累的头贴，一边完全不停的抖，然后接下来就是温多就接上一个有这种颜色就好，他指的是黄色，然后是局部瘫痪。那就是修蛋积累，等我抖个 super chat 的。嗯嗯嗯。哎、欸、嘿嘿，こんにちは。哎、欸，不对，就现在讲こんばんは。嗯嗯嗯嗯。嘿嘿 ，good evening 。然后是啊，再来就是突然像闪电一样出现的男人，性也是一个。像一道红色闪电突然出现，写散播爱。你是在散播自己前几天的爱吧？然后是再来就是阿晴，刚刚一边看阿萨的台，一边把阿华田吧，哦，阿华田的垃圾泡，欸垃圾浸泡好的饮料哦，是指诶、欸、泡饮料的包装也掉进去一起泡了吧？没关系，那个还好，还是可以喝。然后是温多跳出来说：“我可以帮忙上色，上了一个黄色。”然后是雪鹰，以为今天是画图台，没想到是阿萨被钱砸脸台，真的。今天真的是砸脸砸的我，又开心又害怕又担心。然后是温多也跳出来一个红色的，说我听到阿萨呼唤了，其实真的不用担心我，真的 OK， 真的吗？真的吗？嗯，嗯嗯嗯，然后是。真的 OK， 但也还是要克制，对，还是要克制。然后是黑化黑灰啊，不不不，差点念出来啊，好险，不小心念一番。阿晴想看阿萨画姜饼人，嗯，许愿怪盗饼干和超时空饼干，投个 super chat 让阿萨吃饼干。哦，是跑跑姜饼人吗？我知道蛮多，哎、欸，还是有蛮多人在画他的。同人图这样，对对，只是因为我不太熟。然后再来是卡纳，抖一个有机会被黄标的威风堂堂。我也想分享阿萨给日本 V 们，每次都只能转推啊。谢谢谢谢谢谢卡纳，对对对，哎，威风堂堂，好吧，那我等一下稍微的稍微的先听一下好不好？小听一下。嗯哼，那如果愿意帮我分享的各位也很感谢。嗯哼，然后，再来是窝窝虫，想成为财哦，成为一个财富自由的成熟大人，就是这么回事吗？是吗？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是吗？是这样子吗？这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嗯哼哼。然后是 Mike Lin， 大人的世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这么的吓人啊！然后是看哦，温多说看阿萨画图很治愈的，好啦，
我最多之后不投这么快。好，谢谢。对，谢谢，谢谢。然后说起来，我是因为阿萨说 "Give me super chat"，还有红色 super chat 那个精华才知道阿萨的。嗯，原来是 是，对，刚好讲过要感谢夜夜，对，谢谢夜夜。然后再来是 Lola Forest，喜欢 Boss 也喜欢阿萨多个，谢谢。嗯嗯。然后，对，BOSS 会之后再完成，嗯嗯，大家不用紧张。然后局部瘫痪，原来之前爷爷说他要赞助阿萨把 Win 7淘汰换新电脑，就是拉金主爸爸帮忙吗？是不是吧？不是吧？不是这样吧？嗯 然后是冬至鱼，明后天考国文、英文，希望。火神保佑我不会被 down，OK，再给你一次 buff，不会，你会高分飞过，嗯哼。然后是飞机皇，阿萨会想去水龙镜乐园玩吗？嗯，答案是不会，对对，我没有这么，对，那个真的认真觉得不会想去。然后是夜夜，我在的时候，阿萨还是我在的时候，阿萨还是不要讲真心话比较安全哦，因为会被剪下来的意思吗？啊，没关系，还是可以剪。对，我讲的应该都是有些人不敢讲，可是其实也没错的话吧。嗯哼哼。然后是 My Clean，我在冥府血池中站起来的时候，闻到本本的味道了。嗯嗯，啊，是我身后这些本本吗？再来是安琪琪琪，再来补一个黄色，谢谢，谢谢你。后来又掀起了一波吓人的橘色。然后卡娜，今天感谢阿萨福利放送，绘图和坏掉都好棒。是是，好，原来是喜欢坏掉的朋友。然后是吕小冷，跟上跟上。啊，谢谢谢谢哦，然后是阿晴说，我刚刚又被丢到是说梦女靠背了，但是我现在明明很安分，好烦好几次了，阿萨可以安慰我一下咪？虽然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但是就乖，对，你可以封锁那个专业，对，你就不会看到了。对对对，这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吧。然后是苏，我正在和期末双全开哦，双全开大小的图分站，能不能帮我加油？OK，加油，希望你今晚可以早点睡。对啊，很直球的方法吧。封锁他，对，对，因为只要你看不到了，他就伤害不了你，很直男，可是很好用，然后是宇佐木零露给努力直播的阿萨健康的绿豆，谢谢谢谢零露，好好久不见的绿豆，突然觉得有点怀念。然后是 Michaeline，阿萨威风堂堂，可以听前10秒就会得到这首歌的精髓了。好，我等下听个10秒好不好？OK 吧？然后是 Kana，都一个有机会被黄标的威风堂堂哦。对，我刚念过了。我也想分享阿萨给日 V 们，但只能转推，没问题，没问题，都可以。好了，我先 查一下。威风堂堂，来一下哦。那我把声音关小声一点好了。感觉会有点哑巴吧？哦，好多版本哦。
点个最多人听的好了，你讲筛选器观看次数最多1300万哦，哦，好，喘息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ちょっと待って、俺ラッパだけに喘息声を期待しています。哇，好好好好，好混乱啊！怎么那么多？这个好像不是哈，这个好像不是。哎、欸，我换一个，我再换一个比较600万的，这个应该，哎、欸，其实不太好找。糟糕糟糕，找不太到哎、欸。嗯，然后我边讲话边盖过他的音乐，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对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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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版权警告！不要版权警告！不要不要不要！哦，原来是这样子吗？我才听了一秒，我就抓到了。不行，这个不行吧？谢谢麦克利的超级龙虾，不行啦，这个不行。我只能啊而已啊！不要，我要上哈姆太郎。好，哈姆太郎 OP。哼哼哼，对，看我这一次能不能。我跟着啊就好啊啊啊。啊我只能这样子了，对对对，这是我现在实力的极限，好吗？好吗？嗯嗯嗯，啊，嗯嗯嗯，啊，谢谢夜夜的超级龙虾，找 NQRES 版本的全程无黄标，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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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家都这样攻了，但是不行。哈姆太郎，哈姆太郎，对对对，今天一样是诚意满满的哈姆太郎，嗯哼哼，哈啊，嗯哼，好，但是相信大家已经胃口被养大了，嗨，一只是没办法满足大家的吧，嗨，三只。啊，嗯嗯嗯 ，OK 吧，嗯嗯嗯，来咯，今天是排在一起，嗯嗯嗯，哈姆太郎，来咯来咯。嘿，嘿，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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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托科，乖乖跑呀，哈姆太郎，哎呦，啊哒哒哒，爱乱跑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东西，是啊，等一下，我忘记把背景音乐关掉了 ，sorry， 有没有可以继续哈草了？不。哈姆太郎，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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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托扣扣，快快跑呀，哈姆太郎，在角落爱乱跑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东西是向日葵的种子。快快跑呀，哈姆太郎！噔噔噔，跑脱壳，转圈圈吧，哈姆太郎！转圈圈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东西是向日葵的种子。只要转圈，
就高兴的哈姆太郎，嘿嘿哈哈嘿嘿，头扣扣该睡觉了哈姆太郎，都能睡的哈姆太郎，最喜欢的东西是向日葵的种子。该睡觉了哈姆太郎，我唱了好几次我还是没有记住，还是记不起来歌词。嘿嘿哈哈，好，谢谢大家，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给大家献上三倍的祝福，或是哈哈哈六倍的祝福，或是哈哈啊！九个人的祝福啊，跟 W Life 一样凑满九个人。那今天就用九个人的满版来跟大家说晚安吧，大家晚安。大家晚安，睡觉吧，睡觉吧，大家快睡，拜拜，睡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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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拜，晚安喽，然后，对，真的是。很感谢各位，祝大家都晚安，都生日快乐，都有一年的好运气，拜拜，拜拜，我们就礼拜四见，礼拜五见，啊。为了感谢大家多开一点直播的，拜拜，拜拜。